Gale， 恰子。哎，大家好，大家高炸。哎，有上过我的日文课诶，有无？有上过我的日文课呀？有。啊。哎，我讲国语比较好，还是台语？啊？一半一半，好，一半一半一半哈。哎，有没有办我们的身份证的？台湾政府，大家都有吗？还没有出来，没有办的举手一下吧。没有办的，好，台生啊，那个 Costco 那一张。来哦，大家看一下，这我的名字。然后这个下面是，这个叫什么？台湾政府啊，这一张卡哦是 Costco 的。Costco 是属于哪个国家的那个 Hero 超商？大家知道吗？荷兰、美国吧。然后我手上哈、哦、有一个东西，有个简讯。想要让，哎，那个同学帮我念一下好不好？六月五日晚上18:25，全球 Costco 皆可使用美国运通卡，限时专案，首年免年费，刷卡额满送 Costco 会籍或展延一年，按八回复索取详情，谨慎理财。啊，请问先生贵姓？姓黄。黄先生，这个不是我自己做的简讯哈，那就代表说我们这一张身份证有没有用？有没有用？啊，这张身份证为什么有用？但是有些人说去了美国没有什么用。当然，在座有没有去过日本的？住在日本的有吧？有哈、哦，那我想请问一下哈、哦，例如说我们日本坐啊东京到那个呀，那个呀到那个Osaka， 或是 Osaka 到 Okinawa， 是不是要需要什么见证呢？不要见证哈、哦。那当然我很少去过了，但是我不知道说现在长大了啦，然后在美国坐飞机要不要那个绿卡或什么的，我是不知道。但是有些人就会讲说，我们这张身份证是在台湾做的。那如果这张身份证在台湾做的话，我相信 Costco 不会让我办这张卡。我相信了，所以我觉得说这张我们的身份证是有效的，不是没有效，不是骗人的。还有一张那个，中华民国的邮票。大家看一下哈、哦，中华民国邮政下面写一个县东北贴用，都、就是含这些党派在用啊你啊，啊、哦，这个是谁啊？是我们的国父吗？不是啊哦，来再换那个日本的 ，no， 刚才那一张。刚才那一张，台湾省上面盖的那一张，盖中华民国台湾省那一张啊，对，这大日本帝国在台湾发行的邮票，它上面盖的什么？中华民国台湾省。那你去想中华民国在中国的时候，他写一个现中国什么东北，那他来了台湾却给你盖一个中华民国台湾省啊，他这是什么意思？大家用
no miso 啊，日本人说脑袋里面的脑浆啊，去想一下，这代表了什么？诈欺、骗人，这个如果说在我的思维里面的话，其实可以告他的，乱来嘛。对不对？然后再换那个，日本实施那个直辖国那个诏书，实施直辖国那个诏书，学校那个诏书，好来，大家看清楚哈、哦。台湾总督府直辖国学校及国语传习所生徒，这是诏书。这个我相信，从小在日本长大的我也是没有发现到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这个是这里都有官印的啦，法制局长官。那你们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国语是什么？那一张国语，来。这个才是你们的国语吧？对不对？这个不是你们的国语吗？刚刚那个诏书跟这一张联合起来是不是一样的？对不对？我是从东京回来的啦。啊，我今天在日本的话算半年以上，差不多算半年以上，离开日本了。那我这半年来都在这边比较多。那我从小哦都住在东京，啊，很少回来。我就算是离开日本，我没有超过5天呢。那为什么我会帮秘书长翻译找这个东西？其实是。也不是说啊当什么，或是好像你们说的，你们当然是嘛，为了要怎么说，要想要受不了中华民国的那个，对不对？但是基本上对我来说，我是没有的。我的那个有没有登陆证？这个是我的登陆证，我还没有换日本护照。是，那这位先生应该知道吧？我是永住，啊，然后我的那个护照那一张，我这个永住是日本国法务大臣给我的，来，我再换一张。我是侨居，啊，是中华民国给我的，这本护照是中华民国给我的。那大家知不知道3.11那个3.11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人在日本？在吗？在，你就在那里啊，我也在。那个时候大家去测什么？你也是侨吧？你没有？大家那个时候都去测侨，可是就是中华民国没有测到我。因为我不是侨，其实我不是侨，是中华民国不是个国家。事实上我是个侨，可是没国家来测。画那个画，把它换回来，就是说，中华民国它可以在日本的邮票上面给你盖个中华民国台湾省，它就不是一个国家了嘛。因为它有2张邮票嘛，一张。
你们都看到了，限东北使用。那另外一张，它可以用人家的邮票。这一块土地是谁的？不是日本国民的哦，是天皇的。刚刚你们看到的直辖国嘛，直属国了。什么叫直辖国、直属国？你们用脑袋去想一下。可是他却可以在那个时候，邮票上可以盖的这个东西，骗人嘛，诈欺。但是呢，诈欺到最后就是说，可怜到我们这些人，他飞机不能来载我们回去。那个时候一天两班三班，两班三班，美国、法国、英国，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日本就是已经红色警报，是台湾发了一个红色警报，不要去那个国家，有辐射，有辐射。可是呢，那时候我问我妈妈一句话，我说妈，那怎么办？她说什么怎么办？我说大家都在撤啊。我们是不是要撤到 Okinawa 还是撤到大阪还是撤到名古屋还是我们撤回台湾？他说：“你台湾有没有家？没有。”那我说怎么办？我妈跟我讲：“死在日本就好了，不要回去。”那我说我心里是酸了一下。好，啊，那卖登记，这是真的。可是，在撤侨的时候，因为我是个厨师。可是我不知道说现在这个直播有没有我厨师的那个证件。我在日本，我是个厨师。那时候我发现到一个事情，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在福岛啊，在那个灾区啊，海上面的船已经到了陆地上了，陆地上的船、陆地上的房子啊，哦，已经到海里面去。那到海里面去的时候，那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怀石出生的，我的底是怀石，然后之后我学了七八年的时候，我又进了中餐，中餐包括于在日本，中餐包括于上海料理、广东料理、四川料理，那个叫中餐。那我们日本人统称是讲中华料理。之后我在中华料理当算是料理长的时候。我有一天就晃着进去厨房了，那里面有一个中国人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阿志嘛，去租一部车啊。”我说：“去租车干什么？”他说：“我们去福岛。”那大家知道他叫我开车带他去福岛干什么？知道的请举手。不知道，你们想知道吗？想。他想去挖钱，不要笑，因为哈，在日本哦，有那个 ATM 呢，在日本，因为那个国家并不是那种说很多人会抢劫啊，很多人会偷东西的国家。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是那种很大的屋子，虽然说有养狗啊。但是呢，我们家没有在锁门的，我们家没有大门的钥匙啊。我现在我妈妈家，我自己买的家，妈不锁匙有啦。当然出来当然会锁门，但是比如说一个月之内，或者说两个月之内，反正不会有人出国的话，闻到很巴的手。但是在日本呢，谢谢，在日本就是有这一些中国人会喜欢做这种事情啊，阿姨谢谢你。因为那个要怎么说？那个叫 ATM 里面都会有一个小摄影头，没关系啦，我低习惯了。那个小摄影头哈，可以照到里面所有的动作干嘛？可是你们去想，那个时候海浪已经把那个 ATM 冲到。快接近海里了，在沙滩附近。那提款机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黑盒子？他们就去把那个盒子挖开来，拿里面的钱。这是事实。这个在中国的日本的那个中国的那个报纸上面也有出来。只是说我在想办法叫人家把那个报纸寄来，
台湾给我。如果说我现在人在日本的话，可以拿很多证明、很多资料给你们看。那你们自己心里会觉得说，你们成名的你们会觉得说，你们跟中国人是一样的吗？不行，对不对？好，但是我不会觉得。中华民国那张邮票给我看。刚才中华民国那张邮票，日本上面盖中华民国那张邮票，对，你们如何解释给我听？你们不是中华民国的人，我可以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你们看啊，我不是，你们如何证明呢？注意看哦。神吗？那民政府办，你们去办民政府的身份证上面有没有写台湾省啊？没有吗？你们唯一可以证明说你们不是中华民国的人，就是只有去拿那一张身份证证明你是台湾人嘛，对不对？不然你如何去解释说你是台湾人呢？不去办那一张身份的人就是这种人嘛，跟这个诈骗的人一样，对不对？像我就是说，在一张那个日本那个图片地图，来，行政区划。这日本人当时定下来的图，这日本所有图，皇帝的皇土的图啊。当然还有一张啊，是中国人自己在中国的时候自己盖下来的一张图。那一张图也包括了日本，然后南沙群岛很多也包括了台湾在里面。所以大家应该要相信大家是臣民。那臣民怎么样去做呢？就是要学好 IEVO， 学好日本话，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们要当个臣民，连 IEVO 最基本的日文对话都不会说的话，那怎么当臣民啊？对不对？如果是个假臣民，那就变成中华民国台湾省一样的嘛。这是开玩笑的啦，但是我只希望说，在我的立场的话，我只是希望我拿一些证据。当然，上高级班的时候，我会拿更多的证据，但并不是说哦，初级班就一点点，高级班就很多，不是。那是因为我有的时候时间不够。哎，还有没有别的招数？啊，来。这是一张凹的诏书，这张诏书哈、哦、有两张，一张在皇居里面，一张是压在中华民国的总统府里面。来，大家看一下，明昭和27年的4月28日，在台北署印条印，日本国哈、哦、跟中华民国贴的盖的平和条约。大家想哦，平和条约哦。天皇最后用批准。那昭和来，昭和20几年，27是不是？27年嘛。那我今年刚好38岁，38年前，然后我是昭和50年生的话，就是23年嘛。38年前再往23年推，就是当年。那这个时候呢，立这个诏书的人是在4月28号给天皇的，但是天皇是在27年的7月9号在皇居里面盖的这个章，东京皇居你有一带盖的这个章。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这个时候，当时天皇已经招了，他日本已经被美国轰了两个原子弹下去了哦，可是他还是要用批准哦。
那安倍晋三现在已经在修宪了，他在修什么宪？平和条约嘛，对不对？那你们有没有觉得说，为什么在他丢了2颗原子弹下去之后，4月28号、7月9号哦，他用批准？如果说这个土地不是天皇的话，他为什么要用批准？为什么？因为这块土地是他的嘛，对不对？那好像刚刚秘书长所说的，为什么靖国神社里面放了快4万个的那个柱子啊？我们恁讲神主牌啊，伫个靖国神社。我有查到很多资料，但是有一些资料我不能够剖出来，因为那是犯法的。有些资料我不能剖，那有些资料我可以剖，我不能翻译，我不能翻译成中文，因为我不是律师，所以我不能翻。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要去想，你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什么感受？比如说这张身份证有没有用？事实上是有用的嘛，对不对？比如说什么叫臣民？为什么变臣民？为什么？很多嘛。钱，是不？来，大家看一下钱哦。来，台湾银行，好，株式会社台湾银行。那大家看好下面这个章。这张大家看好哦，来再换。这是军用手票，大日本帝国政府。大家看好这个图哦，来，再换，再换。那这是背面哦，这也是大日本帝国，来再换，这也是嘛，这也是嘛，来再换。还有一张啊，没了。那大家去想，这盖的东西哈，是不是这几张都是一样的？有没有旁边两只龙啊？然后两只是什么凤凰啊？为什么都是一样的呢？大家有没有去想过？那如果说这个国家不是他的，为什么他日本用的钱跟台湾用的钱是一样的？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过为什么？对不对？同一国嘛，对不对？要这些资料的可以加我的 FB，我 FB 上面都有。这是完全可以代表说，台湾跟日本是同一国的。只是我相信很快了。因为安倍在修宪呢，我相信这个那个大哥知道安倍在修宪。当然，我手上也有修宪的那个，但是就是来不及。那我们开始上日文课好不好？好，谢谢。哎，阿姨我有。大家一起念好不好？日文好的有没有？我没有问你，有没有日文好一点的？没有。那大家之前都没有上过日文课吗？有，好。来啊啊，一一五五，哦。哦，卡卡，key key，我现在给你们那一张有没有是发音的啦？旁边有没有？好，然后在旁边那就是平假名跟片假名不一样的。第一张，第一张，有没有？有没有？然后第二张吼，就是那个。第二张打开也是那个发音的，比如说 kill 啊，
很多了，来，哭哭，k k call call 沙沙西西斯斯 say say so so 他他他鸡鸡。滋滋，对对，哆哆，那那，你你，努努，内内，诺诺，哈哈，嘿嘿，呼呼。嘿，嘿，吼，吼，妈，妈，咪，咪，母，母，妹，妹，某，某，呀，又，有，啦，哩，噜。嘞，咯，哇，哦，嗯，那大家会念吗？会吗？其实旁边都有发音呐、啊，所以上面的跟那个恋人手上的那个不一样的，然后换那个，从那个 Cocoa 开始有吗？还剩 Cocoa 开始。有没有？第三页啊，嗯，第三页开始，其实你们不用那个看了啊，照着这个念也可以。啊，如果说有不清的地方，你说这个发音怎么发，这个怎么按不会，不，你比如说要上网去查的话，你们要想要用那个电脑学日本字也可以。那旁边都有教你们怎么打的啊，Cocoa，Cocoa，台湾政府，就这里是台湾政府。等一下哦。哎，这样大家看得清楚吗？可以吗？刚看好清楚，看有没有看不到啊？再大一点点。这样子嘞，可以哈，来。这里是台湾政府嘛？来，狗狗啊，台湾政府，中央会馆，中央会馆哦。来，我们的秘书长，好、哦，秘书长，来，私たちの秘書長，好、哦，秘书长。秘书长他翻成日文的话叫希秀九，希秀九，希秀，希秀，希秀就是秘书的意思啊，希秀九是长的意思。但是呢，那秘书长哈、哦，
不可能说你在日本就跟人家讲他是秘书长这样子。秘书长，也就是说，我们台湾可能会觉得说，哎，所有的秘书里面一个长或是什么的。但是秘书长这个意思要翻成日文的话是干事长，干事长，往这边推好不好？看几久？看几久？看几？看几？九？哇！就是，来，竹林林，竹林林，就是武林的意思。他是姓林呐、啊，可是他日本姓叫武林，叫竹林林，西。细小，细小，武林自身的意思。senseless，你看我们的秘书长、干事长，武林自身先生是。那日文上吼，比如说这个哇，很多人会以为说是是的意思，也是是，它是放在最后面。所以它跟我们的发音呢、啊，跟我们的那文法是不一样的。来，绝对是接待，接待，世间，政权，世间，世间，哦，托鲁，托鲁。今年是今年は平成25年，今年是民国几年呢、啊？102年吗？那是一九几年？2013年哦。那如果说大家觉得是成名的话，应该要念是，黑色，对不对？要念平成嘛。今年は平成25年。今年は平成25年。今日は土曜日。私は東です。日本の東京から来ました。这是日本的东京来的。日本の東京から来ました。皆さん、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来。皇上，おはよ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那大家知不知道今天好跟早上好差在哪里？差别在哪里？大家知道吗？那为什么晚上呢？一整天有没有包括晚上？啊，你们归刚刚的空气计划的话，其实哈，
这是我自己一个私人的见解啦，我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但是基本上在11点之前，我们都是我欢迎我在吗？是啊，我在吗？是，好像11点过后都是空尼基哇，然后一直到了下午，有没有那个傍晚之前啊，没有黑暗的时候，我们才讲空邦哇，空邦哇，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おやすみなさい。おやすみなさい。おやすみなさい。ここは。ここは就是这里的地方。ここは就这里的。そこは是那里。还看得到、指得到的叫そこは。あそこは、下来这个あそこは就是可能是看不到的。对。这边、那边、那边啊。就是、ここは、そこは、あそこは的意思。这边、那边、在那边，这边是指这里，那边可能就指隔壁，在那边就那边那是哪里？嘿，隔壁啊，光看我的啦，来，往上，日语差就差在这里啦，这边、那边啊，那边是多几边？我们讲是很快啊，大家在网络上有没有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留言？有没有多多少少有，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证明说，日语其实它的文法很深，而且它外来语很多，平假名、片假名，外来语很多。它基本上四个：平假名一个，片假名一个，简体字、繁体字。我们所谓的汉字，我们日本人所谓的汉字，它有简体、繁体。所以我们要写一个文章，是四个字在用。不像英文只有 A B C D 26个数字而已，大写小写没有了。那它的文法一直变，然后它的外来语一直在加，所以比较深。来，すみません、ごめんなさい。基本上すみません跟ごめんなさい呢都可以用的。那你撞到人也可以讲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なさい，也可以讲すみません。那你也可以用在说，ごめんなさい，对不起，请问一下，厕所在哪里？请问一下电车怎么去？请问一下这个多少钱？你这个ごめんなさい跟すみません也可以用在对不起跟请问跟，那个这样子问人家的意思。嗨，嗨。最简单的嗨就是是，嗨，是。但我小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们日本有一个习惯，你要是跟爸爸讲嗨嗨嗨超过三声以上，一巴掌就下来。你是在嗨什么呢？这是真的，嗨，嗨，一爷，一爷。一爷就是不是的意思，一爷，一爷，你们是中国人吗？是不是？是不是？Yes，哈鲁，哈鲁，夏，夏，秋，秋，冬，冬，哈鲁，哈鲁，夏，夏，秋。阿基，浮游，浮游，那现在是哪一只？哪只？哪只？哪只？桜，桜，お花火，お花火，紅葉，モミジ，枫叶，雪。雪，
在春天我们都会去看樱花嘛，萨克拉。有没有去日本看过樱花的？有没有？在哪里啊？在哪里看？哎，这位大哥，你都在哪里看樱花？对啊，其实哦，日本那个皇宫旁边有一个逆 S 型的那个皇那个樱花啦，有没有去看过？很漂亮哦，那还可以，好像还可以上那个小船哈、哦，在那里滑。它那个是倒 S 型，哎，逆 S 嘛。那看进去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所以很有立体感，很漂亮。哎，春天就是看樱花嘛，啊，夏天就是干嘛？我花那里看烟火，有没有在日本看烟火的？没有啊，我们都你去哪里看？啊，雨田川啊，可是我是觉得那个阿大米热海，热海啊，对，最漂亮。嘿，大家拢会讲101吼，哦，都水耶，我倒不觉得呢，我真的不觉得。你要是去好像这个大哥说的那个偶田川哈、哦，跟我说的热海那边去看的话哈、哦，你看完了你会觉得说哈、哦，台湾黑唔哪里搬下，真的，他只是随便乱端啊，我们那个会哈端个过安尼，会接着再端，哈、哦，来，紅葉もみじ枫叶，紅葉もみじ。摩米吉啊，秋天有没有去看过枫叶的？没有，有没有？你有没有去看？京都有没有？朋友有去有。摩米吉科哟，那没有图片哈、哦？没有，好来，浮游游记，游记嘛，冬天就是雪嘛。那有没有去日本玩过雪的？没有，来。とても，就是很非常，哦，非常的意思啊。とても。楽しい。面白い。苦しい。好き。嫌い。新しい。旧的就是古い。懐かしい。優しい。你就可以讲とても苦しい。你们现在很快乐吗？为什么？眠不意，想睡觉。像现在你们老是说啊、在政治下的什么炼狱哟，就とても苦しい，对不对？那如果说有一天呢、啊，中华民国那个谁阿告啊，带着他手下。飞到平潭岛去的时候 ，suspend， 先把它 suspend 悬空嘛，到那个平潭岛再放下去，夹娃娃啦，夹不起来啊！啊，但那平潭岛的时候，都迄个空有无？啊，滚下来，你可以拿到了。我们不要拿，把它丢到平潭岛去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讲とても楽しい，对不对？那现在你们是とても。苦しい。来，とっても好き。とっても好き。とっても嫌い。马英九。你先学我讲，马英九。とっても嫌い。你们要讲 ski 的吗？有没有？来，马英九，
とってもとってもとっても嫌い，还是要讲 ski 嫌い。来，马英九，马英九，马英九，とってもとっても嫌い。新しい新しい古い古い難しい難しい優しい優しい。这个優しい、哦、可以用简单，也可以用温柔，也可以用在说哎、欸、这个东西很简单啊，就優しい，那可以用温柔的。来，高い高い高い，安い安い。高い跟安い知道齁，贵的跟便宜的。午前午前午後午後午前午後。来，往上。寒い寒い，冷たい冷たい。这个冷跟冷的是不一样哦。直面带哈，你可以用在吃的东西，比如说一碗很热的面变凉了，可以说直面带。也可以说，你可以跟你老公讲说：“哎、欸，最近对我很直面带，很冷淡。”或者跟你女朋友跟男朋友说：“哦，你很冷，你直面带这样。”可是你跟他讲你很傻木，那是不行的哦。你刮啊！记住，冷跟冷的是不一样的。好，寒い。现在会不会寒い？现在暑いよ。那我也很暑い。来，寒い，寒い，冷たい，冷たい。暑い，暑い，おいしい，おいしい。アメリカ，アメリカ。大家知不知道那个英文的麦当劳怎么说？啊 ？McDonald，Mc 啊？那是日文呐、啊。McDonald 对不对 ？McDonald 啊，大哥，那个日本的那个麦当劳怎么说？用迄个麦当劳，我拢讲 Mark 呢 ，Mark。我们的话哈是比较讲简单，叫讲 Mark。那但是呢，事实上它的外面那个外来语是写 McDonald， 这就是外来语翻成日文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日文英文很好，日本的英文很好哦。其实日本的英文很差，真的。我大姐、二姐的日文都，英文都很差，因为他们的外来语变成转过来的时候是不一样，发音都不一样。日本国语，日本国语，靖国神社，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尖閣尖閣諸島尖閣諸島尖閣諸島魚釣島就是釣魚島嘛，釣魚島对不对？可是呢，真的日本在写是魚釣島，是魚釣島了。魚釣島、関東地方、関東地方、東京。在日本有关东区域啊，比如说神奈川啊，什么川什么川的。那我们那边是关东区域，来往上一下，往上一下。関東地方、関東地方、東京。東京、東京、茨城、茨城、
土耳其，土耳其，群马，群马，埼玉，埼玉，千葉，千葉，神奈川，神奈川。来，回到第一页。ここは、ここは台湾政府中央会館。ここは台湾政府中央会館。私たちの、私たちの秘書長、秘書、秘書長、幹事長、幹事長は、竹林、秘書、先生です。ここは、台湾政府中央会館。今年は平成、今年は平成25年。今日は土曜日。来，往上。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おやすみなさい。おやすみなさい。那日文的再见怎么说？さよなら，是不是？是不是叫さよなら？来，马英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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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さよなら。来，ここは，ここは，そこは，そこは，あそこは，あそこは。来，再往上。すいません。ごめんなさい。はい。いいえ。はい。いいえ。那我们在接电话的时候都怎么讲？我们是もしもし的，啊，你们呢？喂嘛？喂？啊？南都是啥？哦，叫南都哦。啊，わかりました。我知呀。有没有高三那个毕业证书那张？等一下，没有。有，来。今天沙州长不在，来。这个是哈，休业证书。这个其实齁，我找了蛮久的啦。这个是当时齁高沙特别义勇队教育主任觉内丰秋盖给高沙族的。这里谁是高沙族？有没有举个手？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张证书哦，不是普通人啊都有的。你必须要修了这个证书哈，才可以上飞机。上什么飞机？不是啦，神风特工队，才可以去打仗，才可以怎么说？那有没有这一张？不见了。哦，有没有这一张？哦。好，那我知道了。所
所以这个是证明哈、哦，这可以证明说为什么我们那个新竹不要会在那个日本的刚才那个靖国神社里面，还有很多啦，只是我实在来不及。来，还有没有别章？没有了，好，谢谢。来，不要了。一爷，嗨，一爷，哈鲁。哈鲁那次那次阿基阿基浮游浮游哈鲁哈鲁那次那次阿基阿基浮游浮游萨库拉萨库拉お花火お花火紅葉紅葉もみじもみじ雪雪とっても楽しいとっても面白いとっても苦しいとっても好きとっても嫌いとっても新しい、とっても楽しい，所以都可以加起来，后面可以念，来再往上一点点。とっても難しい、とっても優しい。现在很想睡觉的有没有？请举手。睡觉的意思是，哎，要怎么念？你们知道吗？ねむい，ねむい，ねむい，有没有很想睡觉的？有吗？来，とってもねむい，とってもねむい，とってもねむい。马英九，马英九，马英九。とってもとっても起来，哎，讲马英九你们就有精神了呢。为什么？来起来，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这么讨厌你们的总统啊？啊，是哦，他没有给台湾有希望的未来，他不知道。哦，是哦，是这样子。你们没有盖给他的吗？没有一个人盖给他的，不可能吧？啊？哦，没有投票。好，とってもとっても楽しい，とっても面白い，とっても苦しい，とっても好き。とっても嫌い、とっても難しい、とっても高い、高い、高い、とっても安い、とっても難しい、とっても好き、午前、午前、午後、午後。寒い、寒い、冷たい、とっても寒い、とっても冷たい、とっても暑い、とっても美味しい、とっても、这个可以用到很多个地方，对不对？とっても。苦しいや、好きや、嫌いや、新しいや，对不对？所以它呢里面有很多个发音，你们可以去研究。とても高い，高的跟贵的都可以用在高い。比如说这个东西很贵，有没有啊？这个旗杆很高，也可以讲高い。とても安い，很便宜的东西，安い。午前，
五十、五五、五五、三妹、三妹、姊妹带、姊妹带、阿姊、阿姊、欧伊西、欧伊西、阿美利加、阿美利加、日本国、日本国、靖国、靖国。靖国神社、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尖閣、尖閣、聖堂、尖閣聖堂、魚釣島、魚釣島、関東地方。関東地方、東京、茨城、栃木、栃木、群馬、群馬、埼玉、埼玉、千葉、千葉、神奈川、神奈川。来看第四页。明天就是礼拜天了嘛。明天你们就可以回到你们温暖的家了，对不对？对不？哦，我还是要在这里呢，我没有家。来，日曜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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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曜日，月月曜日，火曜日，火曜日。水曜日、水曜日、木曜日、木曜日、金曜日、金曜日、土曜日、土曜日、南曜日、南曜日。今日は就是今天是南曜日。土曜日、土曜日、おととい、前天、おととい、おととい、昨日、昨日、那大家是什么时候来的？昨日、昨日、今日、今日、明日、明日、明後日、明後日。毎日、毎日、来。先、先々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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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週、先週、今週。今週、来週、来週、先々週、先々週、先週、先週、今週、今週、来週、来週、再来週、再来週、毎週、毎週、先々月。先先月，先月，先月，今月，今月，来月，来月。注意看这个“给”上面点点的有没有？然后看第二页就有了，那个发音有没有？发音你们在第二页就可以看到，说这个“给”怎么发音的，有没有？有看到吗？好，来，再来一个字，再来一个字，毎月，毎月，再来一个字，来月，毎月，毎月，来。
网上。おととし、おととし、去年、去年、今年、今年、来年、来年、再来年、再来年、毎年、毎年。他那个毎年跟毎年都差不多啦，只是毎年的话哦是比较。怎么样？有敬语这一种的讲法啦、啊、普通是讲 my name 这样子呢 ，my 头西是也都基本上都可以用的。来，吉吉，吉吉，要介绍自己的爸爸，就讲吉吉，无尽的吉吉，也可以讲无尽的欧亚吉啦，吉吉，欧亚吉，嗯，啊，在日本也有这种。この親父よ、じゃあ、这个老头啊、この、この、日本不是那この野郎有没有？不要讲出来。この、后面那个不要讲。この、この、親父、この親父、这是这老狗的意思。この親父、この、この、親父、この、親父。乌鸦鸡，乌鸦鸡，在那个黑社会里面有没有？要讲自己老大，无尽的乌鸦鸡，也有人讲阿尼基啦，可是呢，阿尼基是那种很小的辈分，讲上面一点叫阿尼基、阿尼基、阿尼基这样子。可是呢，真的是那种比较上层的，都是讲乌鸦鸡、乌鸦鸡这样子。所以欧亚基这个算是很做大粒的啊，很有那个权力的。来，我多少？我多少？到了别人的家，你就问：哎、欸，你们家的我多少在哪里？不可能问说：哎、欸，领导的欧亚基在哪里？不可能的。所以这我多少欧亚基跟吉吉哈要分清楚，要分清楚的别人的父亲有没有？好、哦。哎、欸，那领导的乌鸦鸡在那躲，啊，领导的鸡鸡嘞，那人对方也生气哦，还、啊、要问，也要问人家问说，哎、欸，请问你家的欧豆赏在哪里啊？哈哈，哈哈，啊，有几诺哈哈，就跟一样，我们家母，おふくろ，おふくろ，おふくろ，おふ，お，ふ。夫哭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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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我干我干是比较乡下人在用的像我们这种乡下人都我都回到家里说我干他就会过来了我没有叫我妈妈叫我卡桑我也没有叫妈妈嗯我都叫我干，妈不会叫妈，没有，我干这样。因为小的时候，我爸爸都教我，我干我，姐姐问我，我干我在哪里这样子。那妈妈嘞，我干我，然后我说我干在哪里这样。我卡上，我卡上，你不可能跑到人家家里说，哎、欸，我干呢，也被妈妈理解啊，安尼让你生气啊，来往上一点。我刚还有一个哈、哦，爸爸，有的时候我跟我妈吵架，爸爸，一样是 kono， 不能讲后面那两个字 ，kono，kono， 爸爸，爸爸，阿内，阿内，お姉さん，お姉さん，阿内さん。阿内桑，姐姐，这个姐姐就是姐姐阿内，你要介绍人家讲的话，有几诺阿内，比如说很多有没有很多人会，像我常常听到说啊，
你好啊，阮遮台湾民政府啊，杨先生有伫诶无？我邱小姐，还是我林小姐啦？日本无安尼啊？日本无讲啊？莫是莫是？阿兹玛桑，我大需要右桑，或者我大需要欧桑，没有人在这样介绍自己，日本是没有。日本不会讲说啊，你好啊，陈先生啊，我是吴七先生，无安尼。所以很多人会把这个台湾的文化拿到日本去用。因为我那个时候在读书的时候，也是碰到蛮多。他书面上考的真的是80分、100分了，可是他去面试都是魔鬼，因为他面试的时候就会直接跟你讲，哎，什么什么长官，什么什么老板，很多人会讲说，什么不就赏，什么侠就赏，他会在后面再加个赏。其实部长就部长，加个赏干嘛？那老板就老板，你该加个赏干嘛？我是不知道。台湾应该也没有吧？你就说陈老板就好了，还是我再讲一个陈老板先生？这是不是很奇怪？所以他们在面试的时候就会先介绍自己说我是什么小姐，我是什么先生。日本 no， 直接讲自己的名字就完了，没有再加一个小姐先生的。おに兄、兄、お兄さん。お兄さん、兄貴、兄貴，刚才有没有兄貴？其实你说那是那个黑社会上面讲兄貴也是有啦，啊，家里自己叫自己的哥哥叫兄貴也是有啦。然后おとと、おとと、おととさん、おととさん，那为什么要加个さん？就是说，比如说他介绍。给人家说啊，有钱哦，多多，有钱哦，多多生，啊，不是要讲问问人家家里，哎，你的弟弟在哪里？哎，我大姑呢，我多多生哇，我内生哇，这是一个尊称呢。问人家的时候才会加一个生。对，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不会去讲说，啊，请问杨先生在吗？啊，我是吴小姐，或者说啊，请问吴先生在吗？我是杨小姐，这样子。不会加一个自己是什么小姐或是先生，这就是文化不一样的所在。爸爸，爸爸，爸爸，この爸爸，爸爸吼最好是放在心里啊。啊，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吵架，或是跟你老婆吵架，心里念爸爸，爸爸，嗯。啊，如果说你跟你男朋友吵架，跟你老公吵架，吉吉，吉吉，就这样子。其实日语它不是在骂人呐、啊，没有像我们台湾那个骂的这么粗啦、啊，比较少，比较没有那么难听的话。我们大不了是阿后啦、八嘎啦、波给。博给就是呆瓜嘛，傻掉了，没有那种三个字的，有，巴卡亚诺是四个字吗？对不对？有一个人问我一句话，他说：“冲虾小怎么翻呢、啊？”我不会翻，来，第一页，因为没有嘛，没有那个意思啊，我们在那边要翻，来，哥哥啊。ここは、ここは、台湾政府、台湾政府、中央会館、中央会館、私たちの、私たちの秘書長は、竹林、竹林先生です。先生です。台湾政府は、我们来这里要干什么？上课之后干嘛？啊？理念出去。最后呢，
民政府，然后呢，你们拿个毕业证书是可以干嘛的？在想哦，迄敢若是会使做啥物物件哦？什么意思啊？你不要跟一个日本人讲英语哦，公务人也是官嘛，多些官，地官哦。哥哥啊，哥哥啊，台湾 safe，台湾 safe，中央开港，中央开港，台湾 safe 哇，台湾 safe 哇。接待，接待，世间我，世间我，取る，取る。台湾政府一定要拿到政权嘛，才可以把马英九赶出去，对不对？才可以把你们其他的马英九踢出去嘛，对不？嘿，吊娃娃给 suspend 给吊起来啊，对不？诶。我现在也想讲啊，你那个谁，那个叫麦克阿瑟的哟，他把我们天皇给 suspend 了嘛，所以台湾就被人家 suspend 了嘛。我们现在要先把它悬空，先把马英九吊起来，平坦岛到了，打开，然后，那我们的这个就有了嘛，对不对？对不？我讲我讲我们丢。对啊，唔对啦，对吼，阿里阿多，哥哥啊，哥哥啊，台湾 safe，台湾 safe，台湾 safe 哇，台湾 safe 哇，接待，接待，接待，世间哦，世间哦，托了。托鲁，马英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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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とても、とても、嫌い，嫌い，嫌い。好，那你们喜不喜欢日本？喜欢，ski。日本，日本，ski。马英九，嫌い。来，马英九，马英九，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嫌い，嫌い。ここは、ここは、台湾政府，台湾政府，中央会館，中央会館。私たちの、私たち。私たちの秘書長は竹林先生です。台湾政府は絶対、絶対、絶対政権を取る、取る。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チャッケル。今日好好休困。